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咱们上节课介绍了替换的两种用法，对吧？就是正则表达式函数替换的两种用法。对，一种就是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正则表达式，对不对？去到字符串里边找符合这个模式的字符串。嗯。第二个替换成什么？嗯，对吧？第三个参数就是我们要怎么的？要处理的文本。嗯。第四个参数是可选的，干嘛用啊？替换的次数。对，设置替换的次数，对吧？跟字符串替换的不一样，字符串替换是你不能设置替换次数，它替换完告诉你几次。咱们正则是你可以设置替换的次数，对吧？嗯。那咱们又学了这个正则替换函数的第二种用法，就是什么呢？使用斜杠加数字的格式，或者使用刀了符加数字的格式，可以将匹配的子模式放到替换的那个字符串中引用，对，对吧？这是上节课我们用到的两个特点，对不对？嗯。那这节课我们再学第三个这个替换函数的特性，干嘛呢？看一下，现在假如说我想把这里边的域名，为了更明显的感觉到我处理过了，嗯，我把这个域名 URL 变成大写，是不是 PHP 有函数啊？嗯，对吧？那变成大写的函数是什么函数啊？对，这个 str2upper 是不是这函数？嗯，传什么字符串就把什么字符串变成大写的，对不对？那我把这个简化一下，比如说我先不加链接，就替换成一个，对不对？看一下本身是不是字符串。嗯。那现在咱们的写法有这么几种，你看哪种可取啊？第一种，它本身这个所有字符串作为参数，嗯 ，str2upper， 那肯定大家想到的是这种写法。嗯。这种写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匹配出来的内容，对吧？嗯，是不是放到这里边去了？然后用函数又把它转成大写了，那个替换再执行它，对，是不是这样的？嗯。但是函数调用是有优先级问题的，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对吧？那它有可能是外层函数在执行的时候是先执行里边函数，对吧？那先执行替换还没执行这模式匹配呢，里边能有这些值吗？是没有啊，所以如果我这么写的话，是不是没有变化？对不对？嗯。因为我这里边还没处理过呢，对不对？嗯。然后替换完直接这样，对吧？那记着函数的执行顺序是先调用里边函数执行，执行完再执行外边函数，对不对？嗯。而这个我们用到的这个模式是需要干嘛呀？是需要将它匹配完了之后我才转成大写。嗯。是不是有个顺序问题？嗯。所以我们又想一招怎么写呢？看一下，回来，这个对不对？把它写到这里边来 ，str2upper 双引号，双引号参数，是放在这里写的。那放在这里边写，是不是变成字符串了？嗯。来，看一下，我们替换的样子就是什么？是不是加字符串这样的替换方式？对吧？那我们要的是不是得它执行啊？对。而不是要的是字符串这种结构，对不对？那怎么办？记不记得咱前面在学模式修正符的时候，学过那个模式修正符吧？有一个模式修正符，咱说得拿到替换这块才能说。那哪个模式修正符？就是这个 E。咱说 I M 这些是不是都学过 ？S 是不是都学过？那比如说 I S E， 对吧？其实加那个 E 就起效果。E 是干嘛的？就是目的让你什么？告诉我们在替换的时候，使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干嘛呀？可以执行替换字符串里的函数，这个函数就执行了，听懂吗？
那是不是变成写成字符串的是外在函数执行的时候，在替换的时候才让这函数执行的，是不是这函数执行到了，而不是说像刚才咱们那些吧，是先让这个转大写先执行，因为还没替换的转不了的，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就转成大写了，对吧？所以加一和不加一这个区别是不是就很大呀？你看我再去掉一不加一，你再看一下，对吧？那是不是就这样的加一我们就可以怎么的可以转成大写，对不对？所以要保证这里边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可执行的 PP 代码的完整结构，听懂吗？那如果再加上链接的话，外层我们还怎么写啊？是不是得让它完整的里边像一个字符串结构啊？然后 A 标签 HIEF REF 等于外层双引号的里边是不是得转义啊，对吧？然后这块在连接上双引号的斜杠 A， 我就先加入这个，让你看到它是一个链接，对吧？你看是不是就一个链接？当然了，想链接到哪个位置，那我同样把这个怎么的往这一粘，是不是效果就是一样了？刷新一下，看，对吧？到某个地方，是不是转成大写了？完成咱们的需求，对吧？这就是咱们的 E 的作用。别忘了，在替换里边一定要学会 E。如果不学会 E 的话，那有一些函数在替换里边就不好使，对吧？这些你还不能拆开写，对不对？你拆出来去写的话，这个模式你怎么的是找不到啊，对不对？那这块咱只是怎么的匹配一个字符串对应一个。那咱再看一下这个函数的第四个强大的功能，什么呢？如果我这里边既想替换 RTM 标签，我又想替换这个链接，对吧？我得怎么办呢？这俩不能写在一起。如果你要是先写替换链接的话，那么链接后期再写替换 RTM 标签的话，是不是 A 标签也去掉了？对吧？所以你看一下，这俩是可以写在一起的，就是一次性有多个模式替换成对应多个字符串，对吧？那比如说我只要把这个 URL 这个 REG 正则放到一个数组里边等 ARAY， 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的，对吧？然后这是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模式我可以写多个模式，两个二十个三十个都可以，对吧？假如这里边我再写一个匹配什么呢 IS， 就按照咱们那个尖括号转义转义，对吧？然后可以是以斜杠开头的斜杠的转义，对不对？或者是以叹号开头的星问号，对吧？然后 RTM 标签还怎么写啊？除了这两个标签是不是其他都可以加问号，是不是匹配所有 RTM 标签的？那模式里边有两个，假如这里边我还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这块有个五，就代表几个八，有个九，对吧？数字，那我再写一个，把这里边的所有的斜杠 D 所有的数字都换成什么，我按照这个顺序，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个文档里边我想替换的东西全放到数组里啊？那被换的内容我也可以放到另外一个数组里边，比如说内容被换的字符串文本吧，就替换的文本 REP 等于跟数组要跟它对应上。你看第一个是不是我想换成是这个字符串，对吧？是不是跟上面的正则对应上了？第二个是我想把所有的 RTM 标签怎么的是不是都去掉，正则里边空，是不是就能把 RTM 标签不是这里边怎么的直接写空，是不是就把 RTM 标签换掉了，对吧？然后第三个把所有的数字我换成什么，只要数字的地方我换成 Query Add For 行不行？三个公式，对不对？但是这不是会有个问题，比如说先把链接替换成 RTM 标签了，对不对？然后第二步
又有把 RTR 标签是不是又删除了？嗯，所以先看看效果什么样。这就是一次性可以实现多个替换。刷新一下。你看啊，有问题，替换函数未定义啊 ，URL 我这里边写错了，这个里边我得改，第一个叫做什么 ？REG 得改成这个，对不对？太着急了。REG， 第二个呢 ？REP， 也就是用这个正则里边对应的换成这个，对不对？我这两个没写，没改参数，对不对？现在改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了，对吧？但是链接是不是没有了，对吧？所有有数字的地方是变成去 add 符了，对吧？那所有 RTM 标是给去掉了，也同时写多可以处理文本一下多次。那如果这俩换个位置呢？你看啊，换个位置，先把所有的什么 RTM 标是去掉。然后再把替换内容加上 RTM 标签，行不行呢？链接能不能出现呢？也就是看有没有顺序的问题，有没有顺序的问题，有，是不是有顺序问题？所以它相当于按照这个模式，第一次替换成这个替换一遍，第二次、第三、第四次，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这是跟什么顺序有关的，所以要注意这些。像这样的替换怎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知道吗？当然了，第三个参数可不可以也是个数组呢？对呀、啊，你看 ，str 这块 ，ar 以外，这是一个，对吧？看到了吗？是不是这里都现在这里边都是数组，只是内容我是一样，对不对？看数组里边每一个能不能对都被替换，数组格式现在没有错误吧？嗯，来咱们试一下，第三个参数是不是确保传那个数组了？那返回来的就应该是这一个了吗？嗯，那既然处理多个数组，返回来的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数组啊？来，我们看一下。数组定义格式错了，在第五是。这块输出一下 ，PRE， 原型输出一下。好，这两个数组格式刚才看没错误，上边这个数组格式是不是有错误？这块写什么了？忘写等号了，对不对？啊、嗯，来，我们再试一下，刷新一下，看是不是第三参数的原来的型全这样？第三个是不是全给替换了？对，也就是从多个文本里边去找这个，把多个文本能一起全替换，是不是这替换函数功能非常的强大？嗯，所以你想处理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文本的话，没有你换不了的了。就算学到现在这个知识点，那你对一篇文章你随便拿一个字串想它变成什么样就可以变成什么样了。嗯，那具体变的细节就看你的业务逻辑了，你的想法，对吧？嗯，怎么能想到它去变，有哪些步骤去处理，用系统哪个行去处理，对吧？嗯，好，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里。好，再见。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